好，大家好，我系 Mr. Emmanso，今日会为大家讲解咧就 HKCE 2009 Mathematics Paper One Section A Two Question 11。OK，请留意画面嘅信息。如果你系未清楚我做 D7 video 嘅理念，又或者如何正确地使用此 video，请你 pause 咗个画面。Otherwise, we can go on。好，第十一条，咁啊，佢俾咗一幅图你。你就要留意翻畫面嘅，咁跟住之後咧，佢就問你呢個全等三角形。較後咧，佢就會問你相似三角形。OK， 咁到底我哋一提起全等三角形，又應該有啲乜嘢嘅反應呢？就係我哋會分開兩個方面嘅，一個方面就係正啦，另一方面咧就係性質。全等三角形咧，我永遠都要叫我學生咧記咗 AAS 先嘅，記咗 AS 之後咧。就 ASA 啊 SAS 呢種有夾角夾邊嘅關係咧，好容易嘔翻出嚟嘅啫。SSS 同埋 RHS 咧，由於呢兩個係最簡單，或者一個叫最特別，一個叫最簡單啦，所以你應該都記得翻起噶啦。唯獨是 AAS 咧就有啲問題嘅。AS 咧，因為有啲人會突然間調轉咗諗咗其他嘢嘅，呢度我唔提出嚟啦。OK， 咁啊，亦都根據呢個心理學咧，我哋喺記嘢咧。喺個 list 裏邊記嘢咧，第一個 item 永遠記得最實嘅。OK， 咁你記住啦，我哋係有五樣嘅方法咧去證全等三角形嘅。咁一方面就係證明啦，另一方面就利用佢嘅性質嘅。咁啊，對應邊對應角，我諗大家都好熟噶啦。呢一個嘅思維模式咧，亦都可以帶到落去相似三角形嗰度嘅。亦都係啦，一提起相似三角形都係兩個範疇嘅啫，一個範疇就係證明，另一個範疇咧就會係性質。OK， 證明呢個相似三角形咪 AA 啊，三邊成比例同埋嗰個 hybrid， 即係 AA 搭三邊成比例嘅混合體，就係兩邊成比例且夾角相等。OK， 咁你留意到咧，如果我喺中文嘅 presentation 裏邊咧，我就 instead of 就咁寫呢一個嘅相似三角形對應邊，我就會加埋相似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嘅。好，落題目啦。題目我哋一開手咧就係要證下三角形 ABC 係全等於三角形 AED 嘅，咁呢個證咧都好簡單噶啦。點解好簡單啊？哦，因為佢初頭咧就俾咗兩條邊我哋嘅，就話哦咪兩條邊啦，兩個對應邊俾我哋就話佢哋呢啲嘅對應邊咧就係相等嘅。OK， 已知道啦。咁喺呢一刻咧，我哋其實都已經可以從我哋嘅計算裏邊咧。即係話嗰五樣嘢裏面選擇，就我哋就會估係 SAS 㗎啦。頭兩樣一定唔關事嘅咧，因為我哋已經有兩條 S 㗎啦。咁第三條 S 佢又冇俾，又冇得計，因為冇數字啊嘛。咁我唔使喐㗎啦。咁另外我哋又睇唔清楚佢係一個嘅at least 喺而家呢個 moment， 我哋又睇唔到佢係一個直角三角形，因為冇一個資料話俾我哋聽。所以咧，我哋就會直接考慮 SAS， 即係話我哋揾多對夾角。OK， 咁而嗰對夾角咧都好肯定咧，就係呢一個所謂嘅角 ACE 同埋角 ADE 噶啦。OK， 嗱呢一個咧，其實就係所我哋講嘅咧，而家呢個思考模式咧，就係一個critical thinking 嚟嘅，一個批判性思考嚟嘅。首先我哋就定義了何為全等三角形，然後根據的定義我哋就將嗰個嘅思考的範圍縮細。OK， 由正全等三角形我哋就定義了點樣正先啦，而在可選擇的裏面我哋找一個最直接的方法，或者我哋刪除了不需要的方法。OK。咁我點樣正頭先講嗰兩對角相等咧？即係正角 ACB 同埋角 ADE 係相等咧。首先我哋標一幅圖先啦。咁由於我哋而家嘅公開試咧係連埋個 answer book 交嘅，咁所以標圖咧就可以表達噶啦，係一個足夠嘅表達啦。咁我睇睇喺三角形 ACD 嗰度啊。咁由於佢係俾咗嗰對角俾我哋嘅 BCE 同埋角 CAD 呢兩隻角係相等，咁我就俾咗個名佢叫做 Alpha 嘅。
跟住呢，另外一对角呢，我就话佢 theta 嚟嘅，个原因呢，就是、因为佢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得唔得？画面上高呢，交代咗 AD 同 AC 系相等噶啦。如果系咁嘅话呢，我就话角 ACE 呢，就系 theta 加 alpha 嘅，个理由就系三角形外角，即系 ACE，ACE 就会系三角形外角，就非第一直角。加第二隻角就等於第三隻角，第一隻角係 theta，第二隻角係 alpha，所以咧加埋就係 theta 加 alpha 嘅。咁啊點啦？因為角 AC 本身咧就由兩隻角組成嘅，就係、是、角 ACB 同埋 alpha，得唔得？咁所以令到我 instead of 寫角 AC 咧，下一步咧我就寫角 ACE 加 alpha。咁 A 角 ACB 加 alpha 等於 theta 加 alpha，咁角 ACB 當然 theta，咁我就證實咗。两只角系相等噶啦，OK，咁证实埋只角相等啦，咁我哋咧就话，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ED，理由当然就系 SAS 啦。好，11A 就搞掂噶啦，我哋会落手 B 噶咯。11B 咧就俾个 criteria 我哋嘅，就话哦，线段 AD 就系。平衡於線段 BC 嘅，就要我哋呢就去證明啊，三角形 ABF 係相似於三角形 DEA 嘅，亦都係啦。如果我哋要去做呢一個證明嘅時候，我哋就問自己何謂相似咯？咁我都有講啦，之前講咗噶啦，咁而家亦都晒翻嗰個嘅相關嘅資料喺個畫面上高啦。咁而家我又問下你啦，啊，到底我哋會用 AA 啊，三邊成比例啊，定係兩邊成比例且夾角相等去證明呢？咁啊，你睇翻題目，其實佢冇俾過任何嘅線段嘅數字俾我哋嘅。咁當然我哋就連一對邊嘅成比例都唔知啦，何況三邊或者兩邊？咁所以我哋呢就係得 AAA 去做嘅啫。OK。好啦，咁啊，由於咧三角形 ABC 啊，就係全等於三角形 AED 嘅，咁呢個之前已經證咗啦，所以咧我就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咧，角 ABF，ABF 即係 phi 啦，同埋另外一個角 DEA，DEA 又係 phi，呢兩隻角就會係相等噶啦，咁個理由咧就會係全等三角形對應角啦，咁揾到第一對角咯，之後啦，另外仲有一對嘅。另外仲有一对角呢，另外仲有一对角呢，咁就会系角 AFB 嘅 AFB 同埋 DAE 角 DAE 嘅个理由呢，就会系内错角嚟嘅。OK，咁证实咗两只角系相等啦，咁第三只角我哋可以透过三角形内角和去揾啦。咁呢度我懒啦，就冇写啦，就咁 conclude 埋啦，相似三角形。因为咧，所以三角形 ABF 咧就系相似于三角形 DEA 嘅，理由咧就系 AAA。B 一部分咧亦都系完噶啦，我哋会入埋落 B 二部分咯。B 二部分啦，喂，同我证埋有冇其他三角形系相似于角 ABF 噶？咁睇下啦，角 ABF 咧就有phi 啦。有 theta 啦，有呢一个嘅黑角啦。咁我哋由于呢就有一对嘅平衡线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呢就睇出咗呢，原来之前我哋所讲嘅 alpha 呢，就正正就系等于 theta 嘅。OK，如果 alpha 同 theta 打通咗嘅话呢，咁就掂啦，即系话只要有。只要啊，因为三角形 ABF 咧就有角 theta 同埋呢个 phi 嘅角 phi 嘅，咁所以咧任何嘅三角形同时有 theta 同埋 phi 嘅话咧，咁佢都会系相似于 ABF 噶啦。咁而家我哋再抄下到底边一个三角形有 theta 同埋有 phi 咯，咁就会系细三角形啦，CEF 啦，OK 有 theta 啦，有 phi 啦。
同埋大啲嘅三角形 A、D、E 嘅。OK，咁當然啦，仲有呢個叫做 C、B、A 嘅。OK，因為 A、D、E 之前整咗啊。OK，好，咁呢條呢都講完噶啦，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啦，有咩問題揾我啦，啊記住每次 send 問題嚟只好 send 一次，只好 send 一條，OK，我唔能夠解太多嘅一次過，拜拜。